怎么样啊？你不要告诉我你连 AR 是什么意思都不晓得哦。所有的资料都在这，你睁着眼就行了。干嘛了？资料就在这。Excuse me， 你有什么话就拿出来跟大家都讲清楚，不要在下面搞小动作。Sorry。你讲啊，给你机会又不讲了。Sorry。你在销售二部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你好，我是销售二部的组员，我叫李文佳。那关于应收款项的事情，我有几点需要补充。Go ahead。首先 ，GMB 的这个付款方式是他们的财务部硬性规定，到签合同的时候 ，Peter 是知道的 ，Peter 特批的。当然。他的第一笔款确实不多，但是他们付款一直都很及时，从来都不拖欠。这样的话，他第一笔款和第二笔款加起来比我们常规能收到的还多10%。第二，关于安徽集团，后续是我来跟进的。谈判失败的原因，这里边有详细的报告，您可以看一下。第三，我们销售二部现在有7个合同款有拖欠，其中最多的是深黄凉茶，一共是43万，我们一直在追款，他们也答应了，这周内会付清。以上就是我所有的补充。你看看，连你的组员都比你这个总监清楚项目的情况。看来公司是很有必要重新评估目前的用人机制。